进入21世纪第二年，台湾悄悄地宣告加入水世界的战局。水里面的元素不只是 H2O， 还有民众的苦水与政客的口水。长期的管理失调，形成令人上吐下泻的祸水。失去水准的台湾，这下该怎么办？放着不管吗？还是再次选择遗忘？我家的自来水冲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做洗涤用，啊，拖地板用，或者是说洗澡用，然后就浇花用。然后要吃的水的话，煮饭呐、啊，或者说煮开水的话，是吧？我就买矿泉水来使用了。这一卡是几粒呗？这20公升。20公升，嘿。这是10公升的汤碗。这10公升的汤碗。这30公升的汤碗。这10公升的汤碗的。十公升的一趟那超过五块嘛，五块，哎呀，20公升的一趟10块。还是不要了，塞不下，太大了，是不是？今天也停水吗？还没啊，还没有。星期五才会停。啊？星期五。哦，星期五才会停。对啊。那么早就过来准备了。有来就顺便啊，不然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啊，老天爷下这个雨有没有？地都不湿啊，你说怎么办？对不对？好，拜拜。谢谢。台湾是全球排名第18位的缺水国。每人所得的降雨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6。山高水急的地形条件使台湾成了留不住水的岛屿。我们知道19世纪啊是煤的战争，因为是能源啊。到20世纪还是能源啊，那是变成石油的战争。21世纪就是水的战争啊，这不是我讲的啊，这是联合国讲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说21世纪啊，大家都会争水的问题啊。因为水的这个要不是太多，哦，就形成水灾；要不太少，就形成旱灾；要不太脏，就形成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所以我想，水资源日益缺少，但是我们的量是反而每一天都在增加。7月到9月，台风一定拜访台湾。对于台风的记忆，台湾人民印象深刻。水库泄洪几乎成了台风过后最精彩的表演。才跟雨水说完了再见，不到半年，又进入了旱季。台湾省在今年4、5月间天气反常，连日不雨，部分农田因为缺水而龟裂，田间灌溉的沟渠也干枯见底，滴水全无，普通的井中已经打不出水来。我们的水温循环是这个3年1个小旱啊，大概10年1个大旱啊，照我们这个水温周期来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大家的印象里面就可能过一阵子他就忘记了啊，主要是因为水灾比较容易记忆啊，像巴西水灾，到现在还知道巴西水灾，可是旱灾很难记啊，因为不是它只是一个段时间过了就过了啊。粮食局一面试办人造雨，利用气球把干冰带到空中，使云层冷却而下雨。另一方面，借给农民们大批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灌溉久旱的稻田，同时并带放种子，改种其他作物。
我们希望说没有水，但是老百姓的生活的不方便，民众生活不便，还有工业生产的影响，我们希望说能够一直减到最低。所以没有到必要的时候，我们不牵延来限水。所以限水越晚，事实上是当然对我们的压力越大，因为水资源越来越少。但是事实上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做法，就希望说让民众的生活的冲击，让工业的冲击能够减到最小，甚至也让国外对台湾的生产环境的信心。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煎熬，也请大家要体谅到。省府黄主席曾指示有关单位尽最大努力克服旱灾，现在已经有很多稻田由于地下水的充分供应，稻禾又复滋润新生。回视过去的水文历史，应急的措施或许短暂克服了旱象，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问题仍然存在，导致现在全民深受其苦，是政府的错吗？还是我们的遗忘本能纵容这样的现象？说起来有点荒谬，北部正苦于无水可用，努力抗旱，而中南部却已经发生溪水暴涨、冲垮桥梁的惨剧。不稳定的水文，让旧政府在民国五十年到八十年间，不断增建水库以调节水量。看，这又是一个新的水库落成了。水利建设在台湾也很有进步，例如规模庞大的石门水库。蓄水量3亿1600万立方公尺，具有防洪、灌溉、发电、给水多种目标的效用。今天4月24号，石门水库的水位呢是飙高208公尺。在这样的水位之下呢，水库的蓄水量还有大约3000万立方公尺，占水库的有效容量的13%左右。目前我们每天供应这个公共给水呢，大概是要140万吨，加上呢农业用水、桃园灌区的用水还有60万吨左右，所以呢我们每天大概要供应200万吨的水。一般来讲啊，水库的待水位以下，通常是无法再取水哈，即使它可以取水的水量啊，也相当的少，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水位的控制，尽量让水库的水位啊。不要降到待水位，那就是说可能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呢，我们要做一些节制用水的一个措施，采取一些限水的这种方式，使得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呢，水库的水位仍然是可以维持在有1000万吨的这个水量的目标，那如此的话我们不会降到待水位以下。米农三好作参羊杀作片穷鸦片，参山深水片那作好山好水，眼睛竖金脚做细石处结果天球，天球蔓延强流，眼大那作参羊杀作片穷鸦片，参山深水片那作好山好水，眼睛竖金脚做细出结构天球，天球蔓延强力。台湾现在15公尺以上的水库大概有40座了哈，那么当然，以现在水资源的一个供应的观点讲起，我们还是认为管理还是最重要，管理比工程来的重要了。因为所谓管理就是说你怎么样让现有的水资源能够做最大的运用。那么举个例子来讲，你说像各标的之间水资源能不能调用，像台湾农业用水占了75%左右，但是它的产值大概只有3%，那么它的水用了这么多，如果说配合加入 WTO 之后，整个农业政策的改变，是不是可以把农业用水调过来？如果调个10%，我想台湾水资源调度就会更加的充裕。居民的抗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优良坝址难寻，盖水库的政策暂时终止。但是水荒发生时，现有水库水量仍然供不应求。曾经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撑持起工业、创造经济奇迹的农业也被迫休耕。只是这突如其来的休耕通知点来农民的怒火，显然水源调度出了问题。长官，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是水利处的啦。水利处的，我你依据哪一条法？啊，你依照依据哪条水利法？水利法第几条？你现在你翻就看。这个，我们的水利法第十八条，你们的工业用水是排第四啊，你要休耕还要协调啊。这个是我们用剩下的才给你用的呢，你今天这样马上就剥夺我们农民的权益，这怎么可以？你的恩料是蒙严重，拜托严重哦。能不能区域之间水资源的调度，像这一次为例来讲，事实上只是在桃园地区、台北地区缺水，但是中南部甚至不只是有水，甚至还有水灾的发生。所以也就是说，怎么样把区域水资源的调度，也就像跨区之间的那种连通管路能够建起来之后，我想这种管理也可以让台湾的水资源能够更加的充分应用，能够解决台湾的旱象。随着工商业持续发展，台湾每年用水量已在四十年内成长了一倍，人口增加，用水量相对增加，地面水不足，地下水就成了另一个取水来源。基本上台湾的水资源大部分都地面水资源，那地面水库的问题，如果没有降雨的话，水库也是不能蓄水。一般我们在十一月以后，我们大家知道都进入旱季了，所以我们对水的利用就要相当珍惜，因为水资源不是这个天天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的水库有的容量也不是很大也一次台风往往会装满。台湾现在水库的总容量大概你说全部装满的话，也可能只用几个月就没有了台湾现在每年大概需要180亿吨的水，里面有22%是靠水库的水，有45%是靠河川川流式的取水，有33%是靠所谓地下水，大概有1/3的水源。将近有60亿吨是靠所谓地下水了。事实上，我们所使用的水有一半以上来自地下水。日据时期，水利工程师鸟居信平为了灌溉2000多公顷的农田，在屏东林边溪的河床底下设计了一个长250公尺的地下集水廊道。随着经济重心转移，这条水道渐渐乏人问津，直到屏科大丁策士教授着手研究，才唤醒这条在历史中沉睡的水道。我们现在位置是在河床底下，那么现在是最古的时期古水期，所以说各位看到的这个地下水位在河床看不到水位，但是下面因为集水廊道的集水槽又把地下的浮流水把它拦截，所以说还可以看到这个水量非常丰沛，而且这个水质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进去到那个集水槽这个地下院去看一下吧。你等一下那个蝙蝠你不要，它不会碰到你，因为它有雷达它不会碰到你。小客人。那么这个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一个三角堰哈，1921年设计的时候，它取水量要在估丰水期的时候可以达到22亿，但是后来没有办法取到那么大的一个水量，所以后来又做了一个在跟那个河床平行的一个U 字形的一个取水槽，这个水槽现在。根据目前的这个取水量这个 U 字形的比这个三角形的功能还要来得好。
再往这边看，这张就是跟我们刚才早上那张照片是一样的哈，这是一个三角形的，那这边哦里面有一些格栅，啊，那水在丰水期的时候水啊，它整个都满进来，那现在因为枯水期啊，所以说这个水位哈，可能在这个底下，所以说现在水啊，流进来到这个里面的量比较少。那么在这里面哈，就可以看到一些绿层绿料哦，可以看到这水就从这个绿料进来，因为现在是枯水位，河床已经降低了，所以说现在水位啊不是很深，所以说现在都没有多大的水量。那等到雨季的来的时候，它会经过这个地层里面啊渗水进来，再经过这个集水槽到达那个下游地区。当初取水堰提顶啊是在河床底下，因为现在河床啊已经低落了，所以说这个提顶就已经裸露出来啊，当初是在那个河阶上面，所以说你根本看不到河床有这样的一个地下结构物，所以对整个河川的生态啊非常极小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可以得到啊这样的一个抽水量，我想是在我们做水利工程跟水资源工程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存的一个结构，那么现在已经运行了80年了。那水经过渠道以后，经过这个三角堰，我们把它灌入到地底下。那么地底下的这个地下水位啦，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观测井里面去量测。那么观测它补注下去以后，这个水哪个时间已经到达了地底下，跟这个地下水位相连接了，多少个小时，那么多少量，那我们从这个观测水位里面呢，就可以去知道。在当初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自动观测的，自动观测。那么现在，因为是枯水期了，我是说我们大概几天就来量测一次它的地下水位。那么目前地下水位大概离地表将近50公尺，那么这50公尺也就是我们地下水库的一个空间呐。那么在枯水期的时候，把这个空间腾出来。那么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储存，去储存。现在没到哦。还没到。公尺。来，要。好。它到了地下水位的时候，它会产会逼声，那我们就知道它现在目前离地面的水位。7米，快到了。因为它现在在抽水井抽水，所以说它这边可能更深了，会产生泻降，所以说大概会比这个目前还深55米，55米。丁教授所提地下水银行的概念，目前尚在研究阶段。不过，在民国75年，第一座地下水库在澎湖完工，但是运行到民国80年，开始有盐化的现象。这个沙层里面很多是珊瑚的遗骸，还有贝壳的那个碎片甚至是一些油孔中的一个碎片整个地下水库构成了一个要件它的地质条件是需要一个
比较厚的一个砂层，这个砂层，根据钻探的那个资料，这边的砂层比较深的有20公尺，啊，比较薄的地方有一个十公尺。根据以往那个调查资料，整个砂层的大概600万的立方公尺，根据孔隙力的一个推估，大概有80万立方公尺的一个水体。澎湖因为没有高山森林涵养水源，每年平均水蒸发量是年雨量的2倍。旱季来临，地面水库供水量不足，因此将水蓄存在地表下，减少蒸发，是澎湖非常重要的替代水源。第一次看的人都会以为那个是地下水库啊，你们看后面那个地方，以为那个墙是地下水，那其实不是的啊，那只是一个防潮堤。为什么呢？因为潮水会打进来啊，如果潮水打进来，这个水库啊就很容易盐化，所以我们把那个潮那个把它建高一点啊，让潮啊打不进来。那这边的话就，而且中间你们注意到它有隔一块距离啊，让它潮水进来的时候也在潮那个墙跟这之间啊，所以潮水如果要打进来的话，也不会这个影响到这里的这个水库的这个水质的问题啊。那现在各位再注意在那看一下啊。这边我们也种了一些草啊，你注意这些草跟着一些好像是矮树啊，矮树丛，那这些树丛是什么功能呢？它是定沙的功能啊，也不然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任何的植物的话，那海风啊，风很大，我们澎湖风不小，到处一吹都吹得光光的啊。你看这个草，但是我们都是浅根性的啊，不做深根性的作物，为什么呢？如果深根性的话，它的吸水量更大，所以浅根性它只有一些表面的地下水，所以地面上在这个除了有覆盖以外，它减少蒸发散以外，我们做一些这浅根性的植物啊，也保持它的蒸发性啊。地下节水墙渗漏是这座水库最大的问题。中央地质调查所定期监测地质变化，作为节水墙修补的重要依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去年年底啊，水公司水质监测计划所赚取的一个岩芯啊，我们从上而下看啊，这一部分是岩烯壁的一个材料啊，是造土啊，它是储水性、储水很好的一个材料啊，这个深度啊。这个一箱是5公尺，所以这个5、10、15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地下线连续壁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5公尺。接下来这个红色的部分啊，是玄武岩风化成一个粘土的一个材料，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储水层，整个。岩烯壁接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粘土层啊，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储水的一个设施。再往下啊，这个是比较致密的一个纤维，比较致密的一个纤维。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个垂直的一个节理，这个节理啊。有可能形成地下水一个通路。澎湖马公一天的蓄水量大约23000吨，有地面水库及地下水库，以及49座深水井水源供应。每天不足的供水量仍然超过10000公吨，加上观光人潮的压力，水的问题成了每个澎湖人心中的噩梦。海水淡化厂的成立，暂时解决了缺水的问题。澎湖因为是属于海岛型气候，天然的水资源非常的缺乏，所以说我们澎湖地区的自来水经营的水源取得非常的不易，从过去的地下水开发到地面水的开发，因为这两个水源一段时间以后都有超过它的使用那个极限，
所以说必须再开发另外一个水源，而且海水淡化就是说，因为海水淡化的水源取得非常的稳定，在澎湖地区来讲，这座海水淡化厂日产7000吨每一天，而我们的水源是取海水，这个海水就是取3份的海水，制造1份的淡水出来，其他2份的溶盐水我们再把它排放到海里面去。我们这个海水淡化厂处理以后，它的成本目前是47.5块，就基于我们传统式的处理，以目前我们运所每一度的成本是23块。马公海淡厂总工程费约为3.5亿元，加上处理成本过高，平均每一度水亏损38元。以现有水价一度9元计算，每年营运亏损高达1亿多元。水价的调整是一定要做的了，那当然怎么做，因为水价的调整有时候会扯到很多政治的因素，尤其是担心这个民众的反弹，有选举选票的一个顾虑。那么事实上我在想，你不做不跨出这一步，整个水资源的浪费，没办法接用水，整个的漏水的损失，整个民众的服务都没办法达到一个改善，甚至会让国家更多的所谓预算的资源、财务的资源会浪费在这里。从过去台湾的水文历史，以及地面及地下水的利用，到海淡技术的开发，这些或许能够暂时解决缺水的问题，但是长远来看，如果我们生活用水比例仍然过高，再多的替代水源恐怕都不够用。节约用水听起来俗气的口号，却是一个缺水国度应该有的态度，而不是等到水来了又忘了无水之苦。